这儿呢。怎么了？我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你说。那个，我争取到工作室的独立运营权了，我马上就要有属于自己的个人工作室了。真的？嗯。那你以后就会有更多的自主权了。嗯，你看，我都第一时间把好消息告诉你，我都没有告诉雪舟和小明他们。嗯，最近呢，总是一个好消息连着一个坏消息，我真希望事事都能顺顺利利的。那我们提前庆祝一下吧。嗯，庆祝什么呀？我还没开始弄呢。这提前庆祝也是庆祝啊。还有，庆祝我们恢复二人世界。哎，等等等等等。你为什么会在我的床上？这以后也是我的床啊。啊？光透过琴弦穿越。怎么了？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？忘了件很重要的事情。什么事儿啊？这是出门前的告别吻。恋爱呢，要有仪式感。白起家，你现在是越来越会了吗？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医院有个临时会诊。要我晚上赶回去、啊、那你快去吧，别耽误时间了。嗯，那你乖乖的在家等我。嗯嗯，快去吧。拜拜。注意安全。拜拜。嗯